不好意思，我们好，那我们刚提到这个就是美国的产品，它呢跟我们不太一样，请大家仔细看哦。等一下，暂停，来，这个一样，我们倒多少？是不是一样？倒一点点而已。那我们跟我们刚刚玩的差在哪里？仔细看哦。啊，倒那么多水。 怎么样？是爆浆了，都爆出去了。它没有粘在杯子里。没有。它这个反而是很松散的。你这个就不能用来变我刚刚的纸杯魔术，因为它会掉下来。但是它的特征是怎么样？它整个爆开了，量变很大，因为这样整个张开了。哦，这是所谓立即雪花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？ 我还在研发，因为我一直看了，就是很想研，把它弄出来。对，一样是聚丙烯酸呐、啊，只是它生产过程一定有差别。我带在一起发泡干嘛的，这些处理的不太一样啊。哦，等哪天我发展做了，一定会挂到我网页发明出来，我就公诸于世啊、哦，这个 know how 好吧，这个给大家知道。那我们来看一些影片，每次跟化学相关的科学魔术。 这个可以在家里做，也许大家在影片网络有看过啊，也可以自己做哦。可以怎么样？这个可乐呢？你想做这实验啊？怎么做？等一下再讲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从刚冷冻过的可乐哦，拿出来仔细看，发生什么事？影片没有快转哦，它正常播放速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然后细菌入侵了、哦，一直往下，那怎么啦？结冰了，好，那结冰了。他以为我可以完全结冰到最后。好，外面还在滴水。回去想想做。想啊。好，回去要怎么做嘞？要对盐巴跟冰块。 不能只放在冷冻库，冰箱冷冻库不行，要放盐巴跟冰块，降它的温度，因为盐巴哦，这两个都用到盐巴，盐巴溶解的时候它会吸热，温度可以更低。我记得温度可以到-0.2度嘛，哎，然后你这壳要注意，这个一定要多试几次。哦，对，壳请买小瓶的。 好像有一种好像100多毫升还是小小的那种小可爱的那种，一定要买那种来做。我试过大一点的，成功率就很低，但很小瓶的，它比较容易温度比较容易均匀呐、啊，更容易均匀。好、哦，要、啊、用那个做。啊，怎么做呢？我的网页都有啊，这个叫瞬间结冰。这跟你泡在里面，就是零下大概10几度啊、哦，然后环境啊大概-0.4度了，至少。 它温度会降低，可是降低到零下呢，可乐里面啊，它降低到0度还不会马上就结冰，它结冰需要时间，所以你是在它还没结冰出来拿出来，一打开二氧化碳跑出来，干扰里面就会产生氢核，就容易结冰了。所以这个要抓时间最重要。哦，我的网页跟我的书都有提到，急。 你要温度计大概几度泡多久都有提到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这可以做的。哎，这个又是冰啊，又会结冰啊，但是情况不太一样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呢？好，这里一小杯的，好像是热热的，有点温度，不会烫啊。啊，摸一下，摸一下啊，也是没有快转哦。 它是往四面八方结冰了。好，再来一个，类似玩法不一样，东西是一样，但玩法不一样。为什么叫热冰？因为它还温温的，它不是冷冻的，它是温温的。长高嘞！哎，又长高啊！哎，而且立即长高。 好高、哦，快倒下来了，快倒下来。好，这个呢，在家里可以做吗？也还可以，也可以。哎、欸，
只是你要买醋酸钠，醋酸钠也一样，化学药品很容易买到，很便宜，非常便宜，啊，醋酸钠就可以做了，啊，它只是把它，加热，这个要加热，这个要加热，这个一定要大人指导，不要让小朋友自己在那边玩了，啊，你大人家长一定要那边帮忙一下，啊，怎么做？网页有写，就是加热让它溶解之后，来不及，都是来不及凝固了，两个情况都类似了。他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在家里做嘛。不过我们看一看，这个小朋友如果到了国中、高中，甚至大学呢，可能会玩这个实验哦。这个实验好好玩，希望大家看看。哎，真的，哦，哎，它颜色很像四川那个变脸哦，它颜色马上就变。等一下，一样没有快转哦，马上就变得有点淡黄，又变蓝。哎，又变几乎无色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变，它会来来回回的变，大概会有变20次左右吧，来回，很像它变脸那样来回来回变。好，哦，这个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能够对化学产生兴趣，化学那个奥妙。好，哦，你看颜色这样可以来回来回变，这个叫震荡反应。哦，震荡反应，来回的变化反应呢，啊，嗯。啊，当然最后会停了，啊，哦，不可能说一直没有休止。好，这是我介绍的化学科学魔术。接下来我们要实做这个悬浮方块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眼睛的奥妙，我们视觉的奥妙。来，我们先来玩这个，要来做这个喽。这个怎么？我们先来看现象，我们先来看现象。这个什么东西呢？我看影片喽。就看一个方块，对不对？你们在手上面怎么样？我们漂在水上面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用线绑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是放在手上面而已。仔细看，哎，仔细看，哎，懂意思吗？这边是凹进去还凸出来？这边是不是这样凹进去的？可是呢，当它拿过来之后，哎。啊，这个道理也是凹进来凸出来。看起来是凸出来凹进去，看起来是凸出来，对不对？可等下拿到一边看一下呢。视觉转换。好，想不想做一个玩看看？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等下大家就可以来做了。好，啊，那怎么做呢？先不要慌，我先讲完哈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知道等下放了一定就乱掉了，啊，大家都很兴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做啊。OK， 对，情况也是这样。我们等下有这个，就要把这个方块要剪下来啊。就这个，我们等下纸卡上面就有这个方块啊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有这个方块。来，注意。把这个剪下来，用剪刀，注意听哦，不要等一下做错了，不是随便做就做得出来啊。你要剪呢，把它仔细一点，剪下来，剪下来，把它剪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折过来，这条线要折，这条线要折，这里要折，然后这个有的这个白白的，对不对？向上折90度，就这样粘过来，也粘过来，就粘成像这个样子。所以这里要不要折？来看这边，这个要不要折？这个折，这个要不要折？要。就折这两条，然后再把这个呢，要向上折，粘到这边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粘到这边来，粘到这个的下面，好吗？粘到这个的下面，啊，就可以弯成这里。啊，下面这个用手拿的这个呢，纸条，里面有一条长条这样子，把它剪下来，剪下来之后呢，哎，剪下来之后把它折成这样，这样Y字形，再把它粘到哪里？粘到这个下面来，粘到哪一边都没关系的，这只是要。方便用手拿着而已，只是方便用手拿。好，做完了之后注意一件事情，刚刚用摄影机拍好清楚，对不对？本来凹进去看起来凸出来，然后还可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在上空漂浮一样。等一下你们做好呢，怎么观察很重要，怎么观察？你不要拿那么近，哦，看到斗鸡眼，不要，稍微远一点好不好？你说我要看到它凸，它好像在漂浮呢，中间变成凸出来。你稍稍有点距离，也不要拿太远了啊，这样拿，然后闭着眼睛看，很快就看出来了。然后注意啊，
看着呢，左右移动一下，可以吗？左右移动一下，左右移动一下，或者你说我怎么看不出来，它还是凹进去啊，根本没看到什么凸出来的方块，把你手机拿出来，用荧幕看，保证看出来了。用荧幕看，电脑的啊，不，照相机的荧幕看，用那个摄影机荧幕看，我更清楚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把图卡发下去，大家来做一下。我想给大家十五分钟，应该做得好啊。好，可以可以稍微动一动，好看不太出来。都太快了。角度往上一点，另外一边，对对，再角度而已。不要再往上往下。下一个。你为什么不给他看荧幕就好了？对哈，好。这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来，你对。我来。这样子。有了。把它翻过来。看不到我。他们是要拍那个，他们对，老师说就是拍一下这个，对吧？
对。来，用胶带也可以了。你好。好的。也没关系啦，嗯，他这个原本是想说要刚刚在一起，也是可以的。看到我感觉，要下。你
可以说一下好不好？马乐是说到这个，哎，好，赶快进行下一个喽。快点快点，还有很好玩的，可以带回家，做好了就带回家吧。啊，负责。做了这个悬浮方块，我们借了继续介绍几个跟视觉都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的视觉是很奇妙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视觉提供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呢，就提供我们知道说东西的怎么样大小远近。像很多东西，我们不需要教小朋友，说哪一些东西看起来是比较远，看起来哦，它应该比较远还比较近，不必教，有了日常生活经验，自然就知道了。那我们脑袋也自动化了，我们眼睛看到什么，脑袋自动转换，哦，它应该怎么样？虽然说有时候弄错了，就像刚刚这个，它根本时间凹进去，你为什么看成凸出来？那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累积的结果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投影片啊。像我们刚刚看到是这样的方块吗？哦，重点在中间，这为什么我们实际上是凹进去嘛？为什么看出来是凸出来的？等于说靠近我们啊，靠近观察者，靠近我们的眼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觉的一些很奇妙现象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这个铁轨是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哪边是远，哪边是近？对不对？这个不需要教，小朋友一看就知道哪边近，这边近吧？哪边远？那边远。对不对？这就知道了。好，那这些。我们来看一下远近的，我们的知觉的判断，啊，会差在哪里？靠近的，因为铁轨的距离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对嘛？它只是远而已，铁轨之间的距离没有改变，但是靠近的距离，实际上是怎么样？以不变上来看的话，越远的话距离会越近吧？对。所以我们要造成说，怎么样是靠近我们？那就是距离，或者说是比较大的。哦，所以好，那这里就是这样，往这边，我们是这个设计是要让我们看到越来越远吧，还是越来越近？我们把它看成越来越远，所以是凸出来的。我们把它看成越来越远，往四边去都是越远。所以你这个方块要变大变小，这个方块往四边去，这要变小，要变小才会觉得哦。变得远离了，它中间就变凸出来了，所以它我们可以看它图形，哎，这个方块就是往四面八方都变小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视觉自动跟我们讲，因为它变小，所以这边远，这边比较大，所以这边近，我们才会有这种错觉。利用这种制作的很多很多，我们哎，这个各位有没有看过？那可能illusion， 我们看看它怎么样子。我记得有一次 3D， 去年过年吧，还是什么，有一个 3D 展，他就有用这个，啊，我不晓得有没有小朋友看过了，他是怎么样？你就左，你跟着他往左边看，往右边看，然后你人呢怎么样？你再刚刚看，这样看，这样看，会发现墙壁怎么样？你就左摆右摆的看，墙壁有没有跟着在动？墙壁有没有跟着在动？这个面墙。对不对？会跟着动，啊，好，那实际上呢，看起来好像这边是这个图，它的设计是要让我们看到这边是远的还是近的？这边远的，远的，哎，好，哦，这边是远的啦，这边是远的，所以应该是凹进去，可是实际上。这个也是一样，利用原理，同样的原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拍一个角度。还是已经有人看出来，实际上这个中间是凸出来的。啊，看出来，出来了，慢慢出来了。我故意把它，哎，这样看出来了。
是不是凸起来了？对，实际上是凸起来了。可是看的时候呢，它就是设计成我们要看成怎么样，凹进去，这边比较远，凹进去，啊、哦。所以同样的，对，也就是利用同样的原理来制作这样的一个示范节。还有一个哦，就是说它设计我们看起来是远离，看起来是比较远啊，比较远啊，是凹进去的。可实际上它像这个样子，它实际上是凸出来的，它都是远离变小。你看墙壁啊，这个墙壁是要长，这边墙壁变短，对不对？看起来了，看起来墙壁变短，所以会觉得这个比较远，好、哦，好，它实际上是凸起来了。哎，这个看过吧？恐什么恐龙？没看过的请举手。哦，也有一半，超一半的哈、哦。好，来放下来。有做过的，有做过这样转的恐龙的，请举手。有做过，对，应该会有，对。哦，不多呢，哦，很少。好，想要做吗？想要。好，好消息，我有带纸卡来。好了，看一下怎么回事？哎，你都还没看到什么样子就要？啊，这个什么样子呢？要转的恐龙。来，仔细看这恐龙，仔细看。来，带恐龙来了。从头看，从头看它来，这个恐龙放在桌子上哦，它没有装马达、哦，嗯，恐龙没有盯着你看，你说瞪着，没有没有，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一张图卡，跟刚刚全部放过来一样，就是一张图卡做的而已。恐龙有没有跟着你转头？有，要装马达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原理呢一样，原理是你看它会转到后面呢、啊，转到后面呢、啊，转到后面是不是？是凹进去的，是凹进去的。来仔细看哦，它的鼻子啊这一块的是凹进去的，可是一开始呢，我们看到鼻子是怎么样，凸出来还是凹进去？把它看成凸出来，所以它实际上凹进去，所以你转到右边。还是看到鼻子，还是看到鼻子，一直看到鼻子，所以你就觉得它是瞪着我们看。假设它真的是凸出来的，我们转到这边来看，会看不到这里的牙齿。假设你到这边看，看过来，不是被挡住了吗？假设真的是凸出来了，它实际上是凹进去的，所以一直都看到一样角度，都觉得它像在跟我们转头一样。好。好，一直跟着我们转头。好，这个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做吧。好，我们先来下一个哈。哦，就是这一步，就它是这里，看成凸出来的，实际上是凹进去的。所以你做的时候把它做成凹进去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觉啊。我们刚刚看过这个铁轨了。仔细看，我要问大家，问大家喽。问大家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视觉判断，除了刚刚的凹凸之外，还有，不止凹凸，还有什么？来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这里一颗车子啊，一颗鸡蛋好了。这个鸡蛋跟这个鸡蛋大小怎么样？一样大。一样大，还是有大小之别？确定啊？想好？一样大好，还是不一样？一样大。啊？一样大。一样大还怎么样？一样大的。好，看起来是一样大了哈，确定？好，哇，你们现在都知道我会骗你们是不是？啊，一样啊，确定啊？啊，实际上你要讲出你心里的话好吗？你心里的话是什么？大小呢？大小谁比较大？好，那到底怎么样？我们把背景去掉。这样看起来，因为这个投影片啊、哦，我图片呢，假设填满的话，会效果更好了，啊、哦，因为这个版本不太一样。好，一般看起来越远的呢，越小，会变小嘛？对啊，我们视觉上一定这样啊。啊，所以这两个看起来怎么样呢？假设我们直接的判断，上远的这个看起来会比较大，所以比较大的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把背景去掉呢，两个是怎么样？一样大。好，
所以大家小朋友好聪明哦，知道两个是一样的，各来各来各来。好，骗不倒你们是不是？来，保龄球。一样大。对，一个保龄球，红到没出来就一样大。好，来，好好好。这里的保龄球啊，大小怎么样？一样大啊、哦，确定？你心里的话是一样大，好，很好，对了，可以了。还有吗？确定了、哦、啊，一样大啊、哦，来，一样大，背景去掉。谁大谁小？哦，还好我准备了这一张。啊，我小朋友聪明啊，都知道我要骗你们什么。啊，你看啊，有背景看起来是不是很难判断？有背景的话，因为背景提供了你远近资料，就会干扰你的判断，会干扰你的判断。啊，如果把背景去掉了，就应该可以看出来了吧？啊，如果看到了，快点，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还有。这一层的颜色，这里有几层？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。三层半了、啊，三层半，这里最后有一层，颜色一样吗？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，颜色一不一样？就说每一个菱形呢、啊，每一个菱形，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了、啊、是？可以再选一样没关系啊，到底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的，上面的比较深比较浅，比较深，第二层比较浅，越来越浅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请问大家，请问大家，这个小方块跟哪一层是一样的颜色？跟第好、哦，跟第几层一样？第一层。第一层是？第一层。还是第二？还是第三？第二。还是最后这半层？想好，想好，想好。好了，开始喽。来，选第一层的请举手。这个小方块跟哪个第一层一样？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来放下来，跟第二层一样的有吗？好，来放下来，跟第三层一样的放下，跟第四层一样的，好，看过吗？好，很好，有没有别的选择？看怎么样？